播了，说我拍到那个危险的那个场景了，被禁播十分钟。刚刚我又禁播十分钟啊，禁播十分钟了，不能播啊，不能播啊。危险，那是什么危险区域吧？不能播，停播十分钟，处罚了，被处罚了。这个水面大概还有大概2米高，这是第二道防线啊，第二道防线的水面离地面还有大概两米高的样子。这大西路也不咋的了啊，一个岗，四五个交警，六七个警察。谁抢了？这还从来没有过呢，是吧？那新城市局里从来没有。有两个警察一天都开着。安安稳稳的，没啥事儿，这怎么呢？干出这么大动静来呢？谁知道？你上网上查一查。那黑车还在那停着呢。Thank you.
你呀，他溜的。你看看这下子，这江说的不得理。你这怎么就挂了？你看看你这，你这不是要命吗？这不是，这安装你，这好歹的挂的不得理了。你这下子你是不是要他的命啊？这下子不要他了？这是安装的李兴宝家。咋会我这家的不行啊？我给我这听了你啊，好的。那还得再训斥可大了。你回来帮我在看门喽，你回来帮我呗，你说，嗯，谁都谁来了？你在干啥？哦，对了，给咱这车来这个半天，把它杀了它。我睡觉呢，你看看吧，我那屋咱怎么上哪去了嘞？你看我那床，回头我那沙发，看看，我那屋子怎么上哪去了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